妈你的。耳朵，想看我们，如果你忘记的时候，小朋友没关系，忘记的时候你可以从最简单开始想，这个是拍手，因为手手在前面最简单了。那我们刚才说这三个是照顺序，所以你忘记的时候，你可以照从上面到下面的顺序，可以吗？对，这里，耳朵，耳朵。